他又是他两个瘦子都要说的话的，和大多的人不太一样，从来都不捉老子。以前也试过几回，但是老得看那口气，那个感觉太清楚了，像是法院来人的房子。大错已经是开始，他就比同龄人要懂事。他笑的家里面条件，他是通过亲戚们扶持。有多少个周末的懒觉睡不成，是有人收账。后来他也学精了，早早把门铃垫成的半板口套。他学习也不行，数理化班里唯一的个位数差还挨班不平。喝酒了自嘲，又成的座位处，让人吹，吹人贱。再谈悄悄不粘缠，他咋能害怕他是谁？他是他们王家的一片天，他早就备好了，随时起飞为家争口气，满脑子全是。奶奶的那句话说这晚你要努力，手不知接点冰水皮盆脸，身上的回头力他看见，太哈的兄弟姐妹就害怕这把好手气。他要去的地方就艰苦了，有一天他也要当老爷子上头拍拍拍。他说滚滚过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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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滚过。每天十八位都是好的嘛，虽然那个阿迪掉的了，但是从小到大到现在他也从没怪过他老子。他想做这些都算考验，老天爷要看表现。才将二十来岁的时候，谁见了不说起太老练，让骗过公子，老板跑路的公子，叫他以后独子，妈不敢还口的路子。他吃过别人剩下的饭，用上年龄一岁月，男头里面发生病不死，挣下应得的一百万。他不服，不服自己不出头，一直忙吹戏。他不服，不服每一个闲脸看他的狗东西，人都笑他凭什么，凭啥这么有把握？他说凭老子干巴巴都掀开就必须一把过。乖乖难，他要去的地方就艰苦了，有一天他也要当老爷子上头拍拍拍。他说滚滚过呀。